在末日中生存的未知与刺激感总是让人玩到停不下来。在幸存者日记中，我们必须在艰难的环境下，一边保护好自己，一边勇于离开舒适圈，向外探索，寻找有用的材料，进一步的武装自己。在到处冒险的同时，将会碰到许多需要帮忙的 NPC。虽然我们自己也处在困难之下，但在这种时候才更应该伸出援手，互相帮助。所以，请不要吝啬的帮助他们吧。想在末日中生存，只有一个人，当然非常困难。这时候就要依赖我们的伙伴啦。一路上我们会碰到许多个性鲜明的伙伴们，他们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战斗，也会让整个旅途变得更加有趣哦。